成荣家又出大事了，让人操碎了心，拼命挣钱图啥呢？姐，娱乐新闻，检举此篇。大多数人赚钱只为了过好这一生，但是有人亿万家产却还是家庭不幸。成龙的大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，成龙不仅仅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艺人，开创了龙式风格的喜剧功夫电影，其主演的电影全球总票房已经超过200亿元。成龙在事业上方面、慈善方面的确是很完美的一位艺人，但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却不是很合格。成龙有一儿一女，儿子房祖名是跟妻子林凤娇生的，女儿则是私生女，是成龙跟女星吴绮莉生的。刚开始成龙并不承认，后来成龙表示自己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并承认了事实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成龙真的是不称职。儿子房祖名前几年因为吸毒被抓，小龙女卓琳刚开始也不认，导致没有父亲的卓琳从小就很叛逆。去年小龙女也宣布出柜了，而且跟母亲的感情也不和，成天不进家。自从吴绮莉带着小龙女从上海回港生活后，一直是被镜头追逐的焦点，母女俩三天两头要进次警察局，不是妈妈报警说女儿偷自己东西，就是女儿报警说妈妈酗酒家暴，活生生的一场撕逼大戏。最近成龙家又出大事了，吴绮莉最近再一次报警了，不过这次不是抓女儿，而是找女儿，因为小龙女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未在香港露面了。吴绮莉和成龙想必也是操碎了心吧，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，拼命挣钱图啥呢？到后来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时间教育。